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学习一下在 PRP 语言中使用模板技术。那我们后边主要讨论的呢，就是使用 SMARTY， 因为 SMARTY 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模板技术。但是在学 SMARTY 之前呢，咱们先自己定一下模板引擎。好，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什么是模板引擎？然后编写一个自己的模板引擎。这个编写自己模板引擎的，咱们就仿SMARTY 写。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会写类似于 SMARTY 的模板引擎了。那在使用 SMARTY， 咱们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模板引擎，为什么要在网站里边或者在 PRP 程序中使用模板引擎。咱们都知道PRP 呢是一种 RTM 内嵌在服务器端执行的脚本语言，所以大部分 PRP 开发出来的外部应用，那初始的开发呢就是RTML 就前台的模板和 PRP 程序混合。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个网站，咱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部分，最关心都哪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GUI， 也就是图形用户界面。那这里边呢，咱们如果按 MVC 模式来说，也就是视图，那在这里边说就是模板，或者咱们就叫做什么界面，这个大家能清楚了吧，或者说叫做美工，也就是做网站的界面是最关心的。第二个就是业务逻辑，这个业务逻辑呢也可以称为是程序逻辑，那么一般的都是用 PRP 编写的，也就是真正这个网站或者这个系统的功能，就是业务逻辑，用界面来操作这个系统的逻辑功能。所以关心这两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开发一个网站所关心的地方。当然了，我们后边会有 MVC 模式，会大家详细的拆分成每一个部分。但是这里边我们在学模板的时候，只要你能把程序拆成这两部分就可以了。而这个 GUI 呢，通常我们都用什么编写呢？是用 HTML， 也就是模板。用什么编写呢？模板、视图、美工，这都是界面嘛。用 HTML 把内容放上去，用 CSS 做页面的外观样式和布局，然后用 JavaScript 写页面的特效，是这样的。而业务逻辑咱们通常用什么写呢？就是用 PRP 加上数据库，这里边咱们常用的就是 MySQL，是这样的。而传统的咱们编写的时候，当时 PRP 是一种内嵌 RTML， 是一种 RTM 内嵌式的在服务器端执行的一个脚本，也就是咱们前面在写程序的时候会将这些代码混合在一个文件中。你前面写的程序你在没接触模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定一个 PRP 文件，里边写了有 RTM 的输出，有 CI， 有 JavaScript， 还有 PRP， 有数据库，都写到一起去了。也就是页面的呈现逻辑，也就是这个模板和 PRP 程序耦合在一起。这样的话，那 PRP 脚本的编写者，也就是编写 PRP 的，就必须既是网页的设计者，又是 PRP 的开发者。但是呢，实际情况是多数外部开发人员要么是精通网页设计，也就是做美工，
能够设计出漂亮的页面外观。但是呢，如果让纯程序员，也就是编写 PHP 的人去编写美工的代码，那么界面呢会很糟糕。如果有的程序员是专门熟悉 PHP， 他能写出很好的 PHP 代码，但是呢他写不出很好的网页外观，也就网页外观呢会很难看。而具备既会写模板，也就是既会写美工又会写程序逻辑的，那么两种才能都具备的开发人员很少见。所以呢咱们就需要把程序分开，所以呢将程序分开也是将两拨人分开。那么美工人员他专门去开发界面，也就是模板，专门开发去模板，而程序员专门去写业务逻辑，写业务，将这两拨人分开。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传统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比如说我定一个 PHP 文件，假如说我叫做 demo1.php， 把这程序打开。传统的程序肯定是这样的，一个 PHP 文件里边有 HTML 程序，有头斜杠 HEAD， 我就写简单的标题，这是 RTM 代码，然后 body t。 那假如说这里边我要是用 PHP 定义几个变量，假如说标题是从文章里边获取到的，文章在数据库里边呢，那假设我这里边就简写了，这是一个文章标题，从数据库中获取的，你看，然后呢文章的内容假如这样 contnt， 文章的内容也是从数据库获取的，这是文章内容。传统的页面该怎么写呢？标题这块如果想用从数据库获取到标题和内容了，它在这块该这么写，尖括问号 php 问号尖括号输出$TITLE， 然后 body t 里边假如输出文章内容也是一样的，比如这放到一个 div 里去，然后这块也是嵌入到 php 代码输出。你看一下，这个就是现在有 PHP 的代码就归程序员写，当然我这时候最简单的了，输出结果了，有 HTML 归美工写。现在呢如果写这样的页面，那么必须你既会美工又要会程序员，你才能这么写去开发。而我们要用模板引擎的目的干嘛呢？是将美工和 HTML 代码分开，这就是模板引擎的作用。怎么分开？你看这一个文件，我应该拆成这样的两个文件，看一下，一个是专门是模板文件 tpl.模板.html， 专门写美工的静态页面的，一个是专门写 PHP 程序的，叫 PHP 点，后面叫 PHP 吧。你看我现在让它排列的时候不自动排列，你看美工程序的 PHP 的，如果能把它拆成两个文件，你看这个美工程序里边只写跟刚才一样 HTML HEAD 头标记斜杠 HEAD 头标记 body t 斜杠 body t 斜杠 HTML， 你看这里边我不用任何 PHP 的数据，因为美工人员不让他去写 PHP 的代码，专门写
跟美工或者跟界面有关的程序。看这个，而这里边呢需要放标题动态的数据，我只要放一个站位符，我随便定义两个界面，标题站位符，我在这做一个站位符，内容这块我也做一个站位符，这里边不是 PHP 代码。而 PHP 程序呢需要干嘛呢？在这里边它需要去连接数据库，去从数据库里面获取数据，然后得到两个变量标题，这是从数据库中获取的标题，然后 CON 这块写上，这是从数据库中获取的文章内容。现在你看一下，我现在就把刚才的这一个程序，这一个程序想办法拆成这个程序不涉及到任何 PHP 代码的程序，又拆成了这个不涉及到任何 HTML 代码程序。如果能这么拆分，就可以将一个程序拆分成两部分，美工人员去编写的是模板，也就是这个程序，然后程序员去编写的，写业务去写的，专门就是写 PHP 代码，所以这个归 PHP 程序员写，他不需要会任何美工，因为他业务强。而写这个的呢，他页面设计强，美工强，所以呢各发挥各自人员的一个长处去编写。而如果是传统的方式，这种呢那要求一个人，因为是美工和 PHP 程序合在一起的，那既要求他会美工，又要求他会 PHP 程序，是这样的。那如果一个人两边都不会呢，如果是多人合作开发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像这样的一个程序，正是设计一个交互式的一个网站，你看一下。那在大多的项目组中呢，开发一个 Web 程序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流程，也就是界面设计者制作了一个界面之后，也就是美工制作一个模板之后，外观模型，然后呢需要把它交给 PHP 程序员， PHP 程序员再加上动态的数据。你看一下，咱们说在两者一个人假如说他不全会的情况下，那么要分开写怎么办呢？模板先写完了，这是传统的模式，然后有动态的数据再交给 PHP 程序员。那 PHP 程序员呢，这个程序员写完的业务逻辑呢，还需要界面的东西又交给美工，美工又去写一部分界面，那写完界面需要动态数据呢又交给美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流程，来想象一下，也就是后台程序员和页面设计者之间来来回回好几次。因为后台程序员呢不喜欢干涉任何有关 RTM 的标签，同时呢也不需要美工们和 PHP 代码呢归困在一起。所以呢一般项目组对于这样的，那程序员编写业务逻辑的时候，美工在休息，而美工在编写界面的时候，有可能程序员在休息，这样的话就造成了项目的时间的一个延后，或者是开发效率不高。而我们如果这样的文件，美工编写美工文件的同时， PHP 程序员可以编写 PHP 的程序，把两个完全分开，这样的话就能实现美工做美工的活，程序员做程序员的活。那怎么才能分开？你就得需要模板引擎才能将它分开。那我们来画一下模板引擎的最基础的作用是干嘛的。就这样，很简单，我有一个模板文件，有一个 PHP 文件，假设这块是刚才那个模板 TPL.HTML 模板文件，里边就放的是美工，然后有个 PHP.PHP 放的就是业务逻辑。然后模板引擎的作用是干嘛呢？假如这是模板引擎，作用就是把这个文件拿过来，把这个文件拿过来，合成一个，我们这里边什么文件呢？
这个文件，叫做 demo 1.php 的一个文件，然后最终输出结果，看一下。所以模板引擎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内置的 PHP 的语法，只不过就是一种编写形式。原来将这种编写的把它分开，让你编写，让一个人编这个，又一波人编这个，然后加上模板引擎把它俩合成这个，这样的话程序就不用在美工和PHP 程序员之间传来传去了，就不会说美工编写一段之后交给程序员再编一段，程序员编写一段再交给美工再编写一段，分开了。所以模板引擎目的就能将内嵌在 HTML 里边代码全部拆成单独的 PHP 代码，而 HTML 代码里边又不需要嵌入任何 PHP 的东西，所以模板引擎就是这个目的。看这个图，这个就叫做模板引擎。作用大家已经清楚了，那咱们自己写一个模板引擎该怎么写呢？看一下如何自己去写一个模板引擎。现在咱们说了模板引擎可以把它两个合在一起，那怎么去合在一起啊？那就需要我们自己定一个模板引擎类，就是这个地方。通过前面这个咱们介绍的看呢，如果 PHP 里边不使用模板引擎，也就不将这个 HTML 代码和这个 PHP 代码完全分开的话，其实呢 PHP 已经发挥不了它的高效的编写快的一个特点了，也只有弱类型语言里边经常会使用这种模板引擎，像其他语言里边都使用那种叫做自定义标签的形式。那我们看一下模板引擎怎么编写，目的就是将它两个合在一起去。那首先呢，我在这块咱们先考虑考虑，专门把模板，比如说 TEMPATER 专门把模板放到这个目录下，然后咱们按这个图，他们两个用模板引擎合成完之后是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就是合完之后让它变成这个文件，并不是直接编写这文件了，模板引擎把它合成这样的文件。那么把合完后的文件，咱们假如说叫做用程序合成完后叫做编译后，那所以呢咱们给的起一个目录叫做编译后的文件，叫做比如说叫做 TEMPLATES 下划线 C， 是这样的两个文件。所以呢咱把模板都所有的模板都定到这个目录下，然后呢 PHP 程序我就在这儿，将那模板导出之后和这程序合完之后，把编译后的文件写在这里边去。所以咱需要定一个模板引擎，咱们就用一个类去编写，叫做 mytpl.class.php， 编写一个这样的类，你看一下。class mytpl 咱们自己的模板类，然后在自己的模板类里边呢，咱们需要声明两个目录，一个是指定这个模板放在哪个目录下了，所以封装一个模板的目录，咱们叫做 TEMPLATE 模板的目录，然后再指定一个 TEMPLATE 再叫做编译的目录，比如说叫做COMPILE.编译的目录。所以呢在使用模板引擎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指定这两个目录。那么做一个构造方法， CONSTRUCT 指定 TEMPLATE 目录，假如默认我们将的是什么目录呢，是 T 当前目录下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参数来改变这个目录，然后编译的目录默认假如叫做 COMPILE 编译的目录，
当前目录下的 TE 叫做 TEMPLA TES 相信息，这样的话我创新对象的时候不存目录，使用的也是这两个目录了。好，指定那两个目录了，当然了咱们得初始化，将这次里边的 TMPLAT 模板的目录等于传过来的模板目录，这样用户可以指定COMPILE 第二等于传进来的 PILE 第二目录。当然了，如果用户在创建这个目录的时候，指定这目录的时候，比如说他在 new mytpl 的时候，他存的目录如果存的是 AAA 目录，或者是比如说这会儿存 VIEW 目录，他可以存斜杠，假如说也可以这样编译的目录 COM， 他有可能不存这目录，所以呢让他存不存都让他可以加上斜线，怎么办呢？我们这块就可以用一个前面咱们也多次介绍过，删除，如果它存右边目录了，就把它的看一下它的右边的这个目录斜线给删掉，然后我们再加上自己的斜线，这样的话它存不存这个目录现在后边都会加上一个目录斜杠，这个也是一样的，删除右边的，然后再连接一个斜杠，这样呢我们需要指定的模板路径和编译后的路径就都有了。那除了有这两个，咱们还需要有什么呢？就拿刚才咱们写的这个程序来说，你看这里边有什么？有变量名，我用这个模板引擎把所有的变量都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值都读出来之后存到一个数组里，所以这里边我需要建一个数组，你看一下，尽量去理解 TPL 所有装模板的变量的一个数组，默认呢就是等于一个空数组，然后咱们把那个模板数据都拿过来，然后这个模板引擎写到这儿，那我在 PHP 程序里边该怎么用这个模板引擎呢？把这两个变量可以分配到模板里边去呢，咱只要在这块加一个，你看一下，先包含这个 mytpl.class.php， 包含这个类，然后我创建一个 tpl new mytpl 这个对象，我如果不传目录结构，假如说我现在写的跟默认一样的，我就不用传目录了，模板在这个目录下，编译后在这个，当然这两个现在都是空的，你看，那我现在如果需要传的话，我也可以这么传呢，叫 TE 当前目录下的，比如说 TEMPLATES， 我传不传斜杠都行，这个是TEMPLATES 下划信息，也写上当前目录下的，你看这样的话就创建了一个模板引擎对象，然后将这个变量我给它分配到这个模板中去，模板中的变量名咱们叫这个，用占位符，因为在写模板的时候如果美工人员需要有动态的数据，他不用自己到数据库去取，也不用自己去写，只要我起个变量名用一个占位符在这块占着这个位，那么让 PHP 有动态数据分配给他就行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变量利用模板引擎分配给模板，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就要有一个方法，对外的一个公有的方法，咱们叫做分配，假设叫做分配方法，只要它前面存加一个变量名，假设 TPL VR 写一个变量名，然后后边VR UE 存一个值就行了，默认是空的，它可以不存值。那怎么分配呢？也就是将这个 PHP 里边的变量，这俩变量存到模板引擎的这个数组中去，你看怎么存啊？很容易，直接让什么判断，如果得判断一下，
判断谁啊？判断这个变量名它存不存空。如果这变量名不等于空字符串，那我干嘛呀？我就直接让 this 里边的，我现在指定这个变量名 TPL 下划线 VR， 它的数组下标就是谁啊？传进来的 TPL VR 变量名，然后值就是传进来的这个值。你看一下，这样的话我就能在 PRP 里边写的程序，我就可以这么做，调用 TPL 这个对象里边的刚才咱写的这个方法。你看 ASSIGN 分配谁啊？假如分配一个 TITLE 标题，值是谁啊？ TITLE， 现在这个标题就作为这个数组的下标，然后值 title， 这是从数据库取出标题，就存到这个数组里去了。$TPL 再分配一下，当然我这里边有100个从数据库取出变量，也可以是数组，也可以是对象，其他类什么类型都可以，就看你这个模板引擎怎么去写了，怎么去处理其他类型。咱们先只写处理字符串类型，然后后边再加上可以处理数组，咱这里边处理标量内容，那么把这个内容分配过去。现在我这块 PRP 里边，假如说从数据库取出两个变量，然后已经分配了，其实现在目的就是已经存到模板引擎的这个里边去，这个数组里边了。那存到数组里边干嘛呢？然后我得在这里边模板这里边得知道把变量输出哪个模板呢，所以咱们模板引擎里边还需要调一个叫做 display 的方法，指定我去处理哪个模板。假如说我的模板名咱们叫做 tpl.html， 那这模板在哪儿呢？你看模板现在在这个目录下呢，对吧？而我这个这两个程序都在当前目录下呢，那我为什么在这块在这个地方指定的时候没有指定当前目录下的 templates 目录下的这个呢？因为咱们在前边已经指定模板所在的目录了，所以呢把所有的模板都放到这个目录下，让他看这个方法该怎么写，在模板引擎里这个方法。所以我需要定一个 display 的方法，这块都少写了一个 function。然后里边需要传一个模板名，传一个就是模板文件名，那我就叫做文件名，传一个这样的变量，必须传的。而这个文件名在哪儿呢？那我们得指定模板文件名在哪儿啊？ TPL 模板的文件在哪儿啊？不正是 $this 下边的？你看这已经指定模板目录了， TEMPLATE 下划线 DIR 这个目录下的文件名吗？ File name。 所以我只要一传一个文件名，在这里边传一个文件名，它就会自己将这个模板目录指定过来，所以这块就不用写所在的目录了。所以模板文件名有了，那咱再看一下，如果这个模板不存在的话，咱得判断模板存不存在。文件 exists 判断 tpl file， 这是判断模板如果存在。那取个反的，如果模板不存在，咱就没有必要去加载模板了，所以直接 return 返回假，或者是直接 return 让程序不往下执行就可以了。那有这模板了，咱们还需要怎么的？咱们还需要有这个把两个模板合成之后的这个文件名。那这个文件名咱们该怎么做呢？你看一下，咱们可以自己随便起一个文件名，比如说叫做编译的文件 file， 编译的文件名等于，那编译的文件咱们也有指定的目录 com， 这次下边的compile DR， 你看一下，然后连接一个在原来的文件名加一个随便加一个前缀，或者可以用随机之类的，
然后呢把这个模板文件名取出来。那这模板文件名已经加目录了，那怎么取呢？ Batch name， 文件处理咱学过这个 Batch name， 这样的话就能把它的文件名部分取过来，看一下。那或者是直接谁啊 File name 这个文件名部分，然后这个最终合成的也应该是一个 PHP 文件，所以连接点 PHP 文件，所以编译的文件名咱们也有了，编译的文件名也有了。那这个时候有模板文件了，有编译的文件了，所以咱们需要将模板文件中的内容，也就是这个文件中的内容，这文件全部读到 PHP 程序里边，将有变量的地方全换成，咱们说了 PHP 代码里边的，全换成这两个变量输出。所以呢我替换的过程和读取的过程呢，我就可以单独的写一个私有方去处理，比如说叫做faction， 假如这个文件名叫做模板中的替换，那把什么替换呢？内容替换了。所以呢我现在就需要有一个什么，把内容读出来替换。那么怎么读出这个内容？很容易，使用文件 get 读取文件内容。哪个文件呢？ TPL file 模板文件，看一下模板文件中的内容读出来，然后传到这个里边来。那我就得调用这次里边的模板替换，看一下，这样的话就把模板内容拿过来替换了。所以这里边就把模板替换成变量，替换完之后它返回来的就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是一个替换后的内容，替换后的内容。然后咱们再把这个替换后的内容再写回到什么，再写回到原来的文件中，用这个 file put contents 再写回到哪个文件中啊，写到这个编译的文件中， file name， 假如说有替换在这里边，咱们在这里边写替换，替换咱还没写呢，把模板内容读出来放到这里替换完，替换完返回是替换后的，再写回到编译文件中去。你看一下那什么内容写在这里啊，就是 REP CONTNT 替换后的内容写回到这个编译文件中去。然后 display 显示，显示谁啊，就显示这个编译后的，让它输出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这边直接加一个 include， 包含谁啊，就包含这个 com file name 编译后的文件，这就写完了。那现在咱需要的就是把模板读过来了，替换成什么样的呢？把变量替换成咱们这种形式的，你看替换成读出来的这种变量，替换成这种变量。那看怎么替换，很简单，咱们替换的使用的是一个PHP 的一个替换的一个正则，不知道那个正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PREG 下划线，看这个REPLACE 正则替换。那第一个参数呢就是一个正则的一个模板 PATTERN。第二个呢就是假如说咱们要写的那个替换的内容，然后最后一个将什么内容传过来的内容替换。我这只是起了两个变量，那有可能替换多个，所以这两个变量呢咱们就是一个数组，
你看啊 PATTERN 等于 ARAY 是一个数组，因为咱们有可能有多个替换，这两个参数都是这样的数组，数组是对应的，然后 PA 是 REPLACEMENT 等于两个数组。现在只要我能把传来的内容里边把变量匹配出来，我就能替换成对应的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替换完之后，你看一下，替换完之后，这个就是替换后的啊，比如说是 REPCONTENT 替换后的内容。那现在我只要把替换后的内容一返回，就可以了。那现在我只要是把这个文件内容都读过来了，这里边内容现在就是这个模板中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现在我只要想办法把这个变量的格式匹配出来，咱们知道咱们随便定义的定介符是尖括号大括号，所以呢咱先把这个尖括大号里边就是一个变量的一个命名规则。所以看一下正则表达式的格式怎么写，我这里边就给你写一个正则表，就专门匹配变量，然后匹配数组，那个咱们细说 PHP 书里边呢都已经写好了，然后你照着去分析就可以了。先因为正则也是一个字符串，咱们先用单引号，然后呢正则的两边定介符 I 呢是不区分大小写，然后这里边尖括号大括号是那个定介符，大括号尖括号，咱们为了防止这些都会有特殊意义，咱把它都怎么的都转义，看一下，这就可以匹配两边的定介符了。然后匹配两边定介符呢，咱们让这个变量，你看可以有空格，也可以没有空格，两边或者有多空格。所以呢，空格是什么？空格是斜杠小 s， 可以有多个，用星来表示。那这边呢，挨着它这个也可以是斜杠 s 星，所以就能匹配出一个变量，在这个两边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空格，这样的变量都是可以的。空白嘛，斜杠 s 代表一个空白嘛。然后中间咱们就是一个什么语句啊，就是一个匹配变量。那在写模板的时候，变量你看都看到了，有 dollar 符，变量名都是有 dollar 符开头的，所以咱们这里边就用一个 dollar 符开头。但是 dollar 符呢代表一个什么什么结尾，你它是一个原字符，把它转义那就是 dollar 符的意思了。然后变量不能以数字开头，但是其他任何字母都可以，所以这变量名必须以，可以是，你不能是用斜杠 w 表示一个字，因为它不能以数字开头，所以咱们就是小 a 到小 z 开头的变量可以，大 a 到大 z 开始的变量也可以，然后下划线也可以，然后呢也可以是一些其他的符合变量规则的。那通过资料查找 x7 以斜杠 x7f 开头的，到以斜杠 xff 开头的，这些里边匹配的出来的任何符号，比如说有一些特殊字符啊，或者一些中文的字符啊，只要符合规则的，除了字母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其他符合规则的也都可以用。所以第一个变量的第一个字符可以是这些开头的，然后其他的字符你看就是 a 到小 z， 大 a 到大 z， 然后呢0到9就可以是数字了，然后下划线也可以有一些其他字符 x， 比如说 7f 杠斜杠 xff， 对吧？然后这里边可以有星，代表什么意思啊？变量名可以有多个，这里边就没有一个没指定一个长度限制了。当然我把它变成子模式，我把这会儿加个括号，变成子模式我们就可能在其他地方把它取出来了。好，那这个模式呢就能，只要这块符合模板中符合变量规则的，我都能把它匹配出来。那把它匹配出来替换成什么？假如说替换成，我得输出这个数组啊，把它替换成输出这个数组。所以呢在替换的字符串这块，你看一下，我们需要把它替换成
尖括问号 PHP 问号尖括号，你看替换成这种格式，然后这里边 echo 输出，输出谁啊？这次里边的TPL 下划线VARS， 也就是前面这个变量，因为把变量咱们说分配都分配到这个变量里边，这我加个 S 啊，因为是可以有多个变量的，所以咱是加个 S， 里边传的是单个变量名。看一下这个里边的那中括号里边这块，看一下咱们该写什么变量名，这块咱们就可以用 $ 大括号一取第一个子模式，也就是括号里的子模式，也就是匹配出来的变量名，也就是反选这一块，它能对应的变量把变量名匹配出来放到这里边来。看一下，这就能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变量匹配出来，然后后边呢可以让它匹配出一个分号，现在就可以了。你看一下咱们能不能把变量匹配出来，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现在得直接运行的是 PHP 文件 localhost 下边的20是细说 PHP 下边的叫做 php.php。 看一下标题，这是从数据库中获取的标题，先看一下源代码，你看这是源代码咱们生成的一个内容，然后咱们再看一下编译文件生没生成咱们想要的编译文件，你看替换成咱们现在想要的内容了，也就达到了我在写程序的时候只需要我写模板目录下的这个模板和写这个 PHP 程序，在 PHP 程序里边加模板引擎就能把它转成这个编译的文件。那我都说了 PHP 每次运行这个文件都需要把它重新编译，也就是重新生成这个文件，那么多麻烦呢，不降低，会有一些算法不会降低 PHP 的效率吗？所以咱可以在这个模板引擎里边再继续写啊。看这块咱可以判断一下，判断什么呢？判断模板被没被修改过，或者这个文件不存在的时候咱们再让它重新生成，比如说不存在，我现在一刷新，这回它又重新编一次，又重新生成了一次。所以呢，不存在的时候让它重新生成，或者是模板文件有改动的时候重新生成。所以这块咱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判断引擎，如果 file 下划线 exists 判断谁啊 $com file name， 如果模板文件存在取个反不就不存在了吗？不存在的情况下我才去执行替换的过程，如果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这个就不执行，不执行的话模板文件存在直接导入模板文件就行了，就不用再执行这里边和替换的动作了，对吧？那这一个条件是不存在这样，那假如说如果这个文件生成了它就会永远不变，那还可以怎么办呢？当我这个模板文件有改动，哪个模板文件？这个模板文件里边代码有稍稍有变化，假如说我先没改变，你看这个创建的时间是 11:12， 看啊 11:12 分，现在我稍稍让它有改动，你看啊，假如说我再加上 DR， 我连续输出四次这个变量，现在鼠标你再放上去11:51，对吧？有改动了，时间是不是增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模板引擎这块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再判断一个条件，或者什么呢？或者文件 mtime 文件的修改时间，谁的文件的修改时间呢？这个编译文件的 file name 编译文件的修改时间如果小于小于文件的修改时间，谁的文件修改时间？这个模板文件的 TPL file 的文件模板时间。如果因为这个模板这个时间是时间优错，
哪个文件后生成的，当然哪个文件的时间邮戳它那个时间那个整数值就越大。那么咱们说了，编译完生成之后，那编译文件肯定是在模板存在的情况下生成的，所以编译文件应该后生成。但是如果你模板文件有改动，它的时间就会变大，那么它的时间就会小于它，说明模板文件被改过，被改过再让它重新生成一遍。所以咱们再看一下，现在这里边代码就不会多执行了，如果文件存在或者现在我的模板文件有改动，它才会重新生成一遍。这就是模板引擎。那我都说了，这不只替换一个什么，只替换一个变量吗？那能不能替换别的？可以，只要你在这个模板文件里边去写，比如说这是变量，现在多少个变量都可以替换了。我这里边还可以去写 if 语句啊，也是这个占位符。当然咱们说了，你可以用自己程序编写嘛， if 语句对吧，或者是这里边写的是循环语句，便利数组 loop 循环语句都可以。但是这里边是给美工提供的，那有的说了，给美工提供的也有这种 if 语句和循环语句，美工对程序不懂啊，没关系，但是必须得有，不给没有的话，它一个变量一个变量输出非常麻烦，特别数据库表里边数据比较多的话，我们只能把数组扔给美工，不能说一个变量一个变量扔给美工。所以呢，美工也需要知道便利数组的方式，或者有一些简单的判断。所以呢，咱们在给用户提供这些语句的时候，给他最简单的一种使用方式就可以了，因为他毕竟做美工的不是程序员。所以呢，这里边这些呢我就不给你详细的写了，因为咱们由于时间关系，模板这个结构我已经给你写出来了，你现在就是匹配什么格式替换成什么就可以了。我这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咱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你看一下，在咱们书里边的Smart 模板那一章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跟咱们刚才写的类似，只不过你看下边正则，我就可以替换把 if 语句模板中写的这样的 if 语句替换成 PRP 的这样的 if 语句，把模板中写的否则语句替换成 PRP 的否则语句，否则如果否则，然后把模板中写的 loop 循环便利数组的方式替换成 PRP 的 forEach 的方式，当然我这两种 forEach 啊，因为一种是跟一种是取单个值的，一种是既取下标又取值的两种形式，然后把模板中写的 include 替换成咱 PRP 的文件的包含，然后如果这个 if 语句有嵌套或者循环有嵌套，咱们会再去匹配，如果里边还有这种格式再去重新替换一次，这样的话有多少层嵌套都没关系，都可以去便利了，只是加一些算法而已。下边这个呢是使变量替换对应的值的，是在这里边用到的这块啊，是在咱们这里边能用到的 if 语句去掉变量的那一个匹配变量的一个方式， if 语句变量的一个方式，一个所有方法。其他的代码呢跟咱们前面写的代码一样。那看这里边我模板文件有三个，这是主模板文件，因为后缀名叫什么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对吧，咱都是包含，包含头文件，然后这里边有 loop 循环便利用户变成出单个用户，然后这里边呢有 if 语句也有变量的形式，这是用咱们写好的一个模板。然后 PRP 程序里边呢头和尾里边没什么了，就有一个变量，你看一下很简单一个包含，然后在这个 index PRP 程序里边就是包含模板，然后有一个连接数据库的语句，然后分配和显示，跟咱用法刚才用法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我现在如果直接访问，看啊，细说 PRP 下边的有个这个目录下的我这块用户名密码我刚才这个没有连接，看我这里边用的是
我们也改这个用户名密码啊 ，root 用户名密码12345 6。好，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当然字符集我这里没输出了，我直接在这儿编一下吧。原来是用 GB232 的，你看就会把数据库取出来的记录变成这样，变成表格，然后判断如果是男就红色的，红男绿女吧，是女的性别这块就用绿色的一个表格就变成出来了。然后生成的模板文件，你看模板文件里边没用到任何 PHP 代码，而 PHP 代码里边呢又没用到任何的 RTM 东西，它俩生成之后是这样的。也是你最开始如果是混合开发不用模板引擎，你应该手动编写的是这样的代码，而我们现在有模板引擎，像这样代码是合成的，所以呢我们就不用自己手工写这样的，就能将这里边代码提出来，美工去开发的提出来，还有谁去开发的，还有业务程序去开发的。而同样这样的我可以怎么的，如果有模板引擎了，咱们还可以方便换模板，这样的话模板只需要有一份，而 PHP 程序呢就可以有PHP 程序有一份，但是模板界面可以有多个，就像咱们这样的程序，比如说 Localhost 的，这样的话你有博客或论坛呢你肯定都见过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咱们后边那个项目，你看这是当前的这个模板，我现在后台里边只要换一下模板登录一下，我只要在这儿内容管理里边，不是系统管理里边基本设置里边，我只要改一下，换一下模板修改，然后再到首页，你看一下模板就变了，但是我程序是一套，只是换了多个模板界面而已。所以对于刚才咱们这个程序来说，你看这是模板，我在换模板界面的时候都不用不用干嘛，假如说我再定一套模板，你看啊TPL， 比如说 Home 1，我把这三个程序我在这里边再定一套模板，我只是稍稍随便改一套，你看程序都不用变，我只要改模板就可以，比如说这里边假如数据不变吧，我就把表格的宽度改成假如说是500，然后边框我把它去掉，让你看到一些变化，其他我都不变。你看这里边 PHP 程序是没变的，只是模板变了。但是当然了，我们对于这个来说的话 ，PHP 程序我们必须得稍稍改个，因为目录换了，对吧？所以呢，你只要程序的地方你不用，其他地方不用变，只需要你看我这块改成的是 Home 一下边的主模板 ，Home 一下边主模板。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看一下表格就没了，宽度也变了，这都可以了。所以你看我切换模板的时候就跟刚才演示一样，很容易啊，只要有多套模板， PHP 程序是共用的，如果你不用模板的话，对于这样换界面的话你就得开发两次程序，因为 PHP 程序是和RTM 混合的，你不能说单把 RTM 改掉了，所以就得写两遍程序，而咱用的模板呢就可以一套程序对应多个界面，就像这样的程序一样啊，有一个 PHP 程序我就可以为 PHP 程序写多个模板界面，他们假如四套界面共用同一个 PHP 程序，这样的话就需美工多开发几套模板，然后切换就可以了，就会有多个界面了。而如果传统他们是混在一起的，你就没有办法做到。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画一下模板引擎的一个结构图，注意一下访问的顺序，你看一下，开始呢咱们这块是有一个 PHP 文件，对吧 ？PHP 程序，然后呢，咱们这块有一个模板程序，
模板 TPL， 这两个程序是独立开发的。然后我访问的呢，一定要访问 PHP 程序。那 PHP 程序是怎么导入模板的？它借助的是模板引擎。就刚才咱们写的那个，我再用图给你表示一下，这是模板引擎。那这就变成了什么？我访问 PHP 程序， PHP 里边加载，把模板引擎加载过来，然后利用模板引擎去把 PHP 这个模板加入过来，然后 PHP 呢再把这个变量分配到模板引擎里去，因为变量已经加过来了，然后替换后生成一个什么文件呢？生成一个编译后的文件，叫做 COM， 是这个文件，然后又把这文件导入到 PHP 程序中，然后输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模板引擎把 PHP 文件和模板就导入生成这个文件，然后 PHP 文件直接把这编译文件的输出。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生成，如果这个文件存在了，那么下次的执行过程是什么呢？直接访问 PHP 文件， PHP 文件就直接把这文件读入进来，直接输出，就不用再借助于谁了，模板引擎把它替换形成这个，因为已经生成过一次了。那另外什么时候重新生成呢？如果这文件有改变之后，如果这文件有改变了，或者这文件不存在，它再执行一个这个过程，再重新拿过来生成一次，再交给它，再输出。所以它生不生成就看它存不存在，或者是这个模板有没有被改动。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什么是模板引擎。咱们这里边呢，主要是通过自己开发的一个模板引擎向你介绍一下模板引擎的原理。那么当然了，你自己不需要自己去写模板引擎，因为现在有很多可以直接使用的模板引擎都比咱们自己写的要好，对吧？因为他们都经过风雨了，也就是经过很多人在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套模板引擎了，所以没有必要自己花大量时间去写一套模板引擎，而且还不一定好使的模板引擎。那这里边我给大家推荐的模板引擎呢，就是使用 Smarty。 那原理呢，跟刚才咱们自己写的模板引擎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功能要比咱们刚刚写那一个小程序要复杂很多。好吧，这节课我们就教到这里。